全部都录音没关系。讲杭州话没人翻译吗？没有。早就通知你，让你做最好的状态。不是最好的状态，哪里是最好的状态？现在都没整理好。没事。刚好今天这个刚刚弄完。搞宣传了，把我们公司的宣传就是。对对，他要上网。那个账目是安在。是不是 Evelyn 啊？这个不是，这是说那个张萌的。张萌的账已经在清了。已经在清了。